三七四五六四，四四零九心脏病，高血压，手足不舒服，手足手部不舒服者，容易低消阴肠者，以及孕妇，在您身旁有身高未满130公分的儿童，为了您安全，请勿乘坐等控措施。针对患有晕眩症，仅有含有酒精内容者，可用餐后一小时内者，有家族病史者，可气喘及癫痫症状者，建议您请勿搭乘等控措施，避免与任何人接触。设施尚未完全停止，请勿松开安全带。应该